刘若英老三影后驻唱，让我们欢迎娇娇刘若英带来的双人相声。刘若英还有一点也让我非常的佩服，她总是呢提携后进，以一个老前辈的姿态。说什么？老前辈。对，说什么？老前辈。对于后辈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谢谢您的照顾来擦肩啊。你比我早出道哎。有道理。你人生舞台上是我的前辈，对不对？现在人生都圆满了，又有孩子又有老公。你也快啦。没有没有。哎，你现在感觉我很年轻哎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差别，就是女生她就是年龄大，然后她跟着，可是男生不管她多老，她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小，而且传绯闻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小。我觉得我跟你同感，我好高兴哦。差点忘了，这是刘若英的新专辑《记者会》。我想要你好好的。奶茶和人员还找来周迅、汤唯、桂纶镁、影后群驻唱，下一步要挑战四个人在演唱会合体，当然要顾好八个月大的儿子先。接下来你看你要跑一个宣传，接下来怎么要怎么样分身法，是什么分配时间？也就很早回来啊。既然我想要继续工作，那我也选择了我要有一个小孩，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都应该要努力把它做好。比如说位置，现在啊什么？今天要多少钱？好 detail， 脸红了，跳过。比如说小孩子，不用小孩子现在生病了，然后你需要上场。真的，对啊，就是那种小感冒之类的。还没有，不会有。他在哭，你还是谁？你们真的要一直问我他的事情吗？他在哭，他就锲而不舍。苹果的 online， 你们越提我就越焦虑，觉得我怎么还坐在这里？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两万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